哎 ，Desmond， 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吃个午餐。不要，我要吃代餐减重。嗯，吃代餐啊？这样吃营养足够吗？而且我听说啊，长期吃代餐的话会影响心脏的功能。真的还是假的？会影响心脏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停止呢？别着急吧，等一下我们来请营养师帮大家分析。